Smart 这个微型车的车主，这一次带来了 Smart 4 2与 Smart 4 4的大跃进，而这次以 Pure 跟 Passion 的两种车款，以及搭载的四个套件的选择，您可以选择 Prime、Proxy 或 Edition One 以及 Sports 的套件。大家都知道 Smart 它以 Bicolor 闻名，每一部 Smart 都是以双车色的概念，而这一次不管在 Smart 4 2或 Smart 4 4的外观上面，有高达40种的颜色组合的选择，让您的生活充满了乐趣。而这一次在不管在外观或内装的套件上，维持了Smart 既有的 DNA 精神，让你有多元的选择。在内装的部分，有搭载了影音娱乐系统，还有7寸的触控萤幕的选择，以及3.5寸全彩的液晶显示仪表板。而这一次全新的 Smart 也有2种引擎的选择，您可以选择999cc 的直列三缸自然进气引擎，或者是898cc 的涡轮增压引擎，让您的操控上面更加的吸引人。而 Smart 它维持缺点的是安全设计，在网络上面您可以看到我们原厂所做的最新的 S-Class 以最新的 Smart 互相撞击的测试实验，而 Smart 它在撞击之后完全的保护了驾驶者，而且车身是完全没有变形的，车门可以自动启闭，而是 S-Class 它也以安全著名，所以它也在溃缩区上面让车辆是非常的安全，也保护了乘客，所以完全不用怀疑 Smart 是否安全这件事情。而这一次的 Smart 4 2从66万起跳，而 Smart 4 4从71万起跳，相当多元的选择等着您。您可以从即日起到 Smart 展示中心做赏车的动作，谢谢。